放开啊！我干嘛呢？啊！你做嘛？今仔日就甲你囡仔囡仔甲吊上去！阿母，你唔当啦！你做嘛？今仔日就得要你亲家亲家！阿妈呀！这时的满玉害怕极了，耳边不时传来养母歇斯底里的叫骂声，与叔叔凄厉的哀嚎声。他身体忍不住害怕的发抖，眼前的情景叫他实在不敢往下想。因为连养父都被养母折磨成这样，那养母又将会如何处置自己呢？